fans 就喺網上話：我哋今日咧係新主持啦，新平台同埋呢個新冤案。即係新將一個冤案嘅。哇！成字喎，學咗你喎。冇錯啦，係啦，新將一個冤案。咁其實講緊咧就係話喺好幾個月前啦，咁我就收到一個朋友嘅一個求助嘅信件啦，係啦。咁其實咧，或者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啦，嗰個信啦，咁就係一封嚟自馬尼拉一個朋友的信啦，咁當時咧佢就向我講翻啦，佢而家咧馬尼拉嗰度啦，佢就話啊，你會唔會有興趣講下咧，即係關於馬尼拉嘅一啲即係司法嘅事件咧咁樣，咁啊當時再問落嘅時候咧，啊原來咧佢咧就喺呢個馬尼拉嗰度咧，家陣咧就服緊刑嘅，咁我都覺得啊幾即係意外嘅，咁原來即係有一個朋友喺香港朋友啦。咁佢喺馬尼拉嘅遠方咧，即係而家都受緊難啦，而且咧都係14年時間，都幾長嘅日子啦，一個日子啦。咁其實佢就講翻俾我聽佢嘅遭遇啊。咁其實14年前咧，曾經都有啲報紙係即係講過佢呢件事件，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已經其實俾人遺忘得七七八八噶啦。或者係即係發生嘅時候已經有報道噶啦，其實有報道嚇，因為講緊喺1991年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兩個香港人咧，一個叫歐永祥。一個叫黃明全啦，當年啦，如果你記得咧有呢單案嘅話咧，一個就第一次帶隊嘅，有一個咧就第一次去菲律賓嘅，即係第一次搭飛機添嘅，咁啊，咁啊當時咧呢一個團咧就全部係俾人哋扣起咗嘅菲律賓嘅時候，咁原來就話佢哋咧就運呢個冰啊，運冰毒，最後點咧？最後咧呢兩個香港人咧，一個叫歐永祥，一個叫黃全明啦。咁佢哋就困咗喺馬尼拉個監獄嗰度。即係我都有睇過呢個報道咧，即係其實佢哋喺機場嘅時候已經被人拉咗噶啦嘛。係。即係聽翻阿歐永祥講咧，其實佢係即係因為同行咧就係有其他人啦。咁佢哋嗰啲行李咧係被人驗到有冰毒㗎。咁而歐永祥自己冇㗎。咁咧點解會捉佢咧？因為咧佢歐永祥落咗機之後咧係突然間俾錢一個即係行李嘅車，類似行李車。咁要俾錢嘅，因為太多行李啊嘛，俾錢租嘅行李車，跟住推即係推曬呢一扎嘅行李。咁啲人就話：，雖然你個行李冇，但係你點解要做呢個行為先？你應該就係同黨啦，咁樣。即係所以就捉咗阿歐永祥啦。咁而另外嗰個咧，黃全明係咪？黃全明咧，佢自己話咧，佢話我行李又搜唔到，我又冇喺呢個行李車入面嘅行李，咁點解捉我咧？佢話可能係佢啲紋身啊，各樣嘢俾人即係誤會咗。即係佢係咪即係都係壞分子咧？咁樣捉埋佢一齊咯。即係佢哋係我睇呢個報道嘅時候，係因為好似係冇表面嘅證據，但係都拉咗。係啦，咁所以其實因為當其時嘅歐永祥咧，其實佢啱啱做呢個領隊嘅啫，去咗嗰間即係旅遊社咧，就其實啱啱翻工一個禮拜嘅啫，就去咗菲律賓團。我懷疑菲律賓團咧個豬頭骨嚟嘅，即係永遠都係嗌啲新丁或者係即係難啃啲嘅人咧，就走去做呢個領隊嘅。同埋佢成個團裡面好多嗰啲即係大馬人啦，咁其實佢哋都係真係借住呢個團咧去運毒嘅，咁但係呢兩個人咧就真係慘啦，即係無端端咧就即係惹禍上身咯。同埋真係我諗係第一次做領隊咧，唔知道，因為其實好多禁忌噶嘛，你冇可能咁樣幫人一齊運行李噶嘛，要其實大家都一個個體去過關啊，自己以示清白噶嘛。好似經過咗歐永祥呢單嘢之後咧，更加咧啲領隊係絕對唔會幫啲團友咧係即係處理嗰啲行李啊，掂都唔好搞真係。其實好危險嘅，真係你。無端端真係一世惹禍上身，因為嗰陣時我係試過㗎，即係唔係試過運毒。你係做領隊？唔係，我嗰陣時係試過曾經即係令到個領隊好驚啊！因為嗰陣時我第一次就去日本，就唔係去菲律賓啦。咁第一次去日本嘅時候咧，我同嗰啲同行嘅人咧。就排隊嘅時候，因為隔得遠啊，咁我哋大聲咧喺度講咧話：喂，你啲貨得未？哇！即其實我係想講行李啊，因為我嗰陣時年少無知啊，我唔知咁樣用個貨咧，即一來講錯咧，二來會嚇親人啊。跟住我領導係極驚佢，我叫佢一眼咧，貨空大瞳孔啊！真係幾想同你話聲大事。佢話咩貨啊？不過反而我覺得行李啫。反而我覺得啲海關唔會理你，因為如果你咁明目張膽，嗰啲海關覺得你係傻仔嚟嘅。貨攞咗未？係啦，點會講啲咁嘢？一定唔係有。我都有故仔嘅，即少少。咁我細佬以前咧就即係去大陸做嘢啦，咁佢個老細咧就新相識嘅，咁就叫佢攞幫手攞月餅啊，咁就擺咗喺行李夾嗰度，咁佢當時都即係比較純良
量一個人嚇，佢就話即係冇問題嘅。咁但我當時我都話喂，其實你使唔使開出嚟睇一睇係咪真係月餅，或者撩一撩出嚟睇裏面上月餅裏面有冇嘢先咧？因為佢真的不知道喎，大佬點知識咗個咩人先？話曬月餅的來源就是有些人塞啲月餅，即係有典故好明顯係咁嘅用途啊嘛，月餅係咁，所以咧就其實呢樣嘢都係大家要小心啦嚇。咁但係當時就冇遺意啦，咁啊就中咗招啦。咁所以呢一個歐永祥同埋黃全明咧，當時咧就喺一個叫做萬地盧巴監獄，即係呢個馬尼拉最大嘅一個監獄啦。咁入邊咧萬幾人嘅，咁當時佢兩個就困咗喺裏面啦，亦都係佢兩個判咗終身監禁，判咗終身監禁。但係不幸中嘅大幸咧，就當時咧有一個叫做阿鄭先生啦，就好好啦，就即係好憐憫你嗰個啊嘛，又好憐憫啦，係啦。咁同埋咧，佢就同阿彭定康啦，就一齊咧就去營救。佢當時真係好好好落力去救呢兩位無辜者啦。彭定康好似寫信去添啊，係啦係啦，咁親筆唔知係咪親筆啦，總之係寫信。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度以前嘅新聞都有講啦，即係個炮製冤獄掠水內幕，即係你冇水咧，就真係。無論嚇，即係你係幾高嘅官，或者係誒總督又好，港督又好，乜都好啦，即係佢都唔會將你放喺眼內嘅呢個，即係萬方國家嚟嘅，講真。即係雖然係咁多人幫助，但係最收尾都係靠水嚟解決呢件事。一定有咯，咁出咗嚟㗎啦，結果就即係，但係都坐咗四年半監啊，咁呢一件冤獄咧，就大家咧都歷歷在目啦，我相信。估唔到咧，就喺九一年嗰單案就九一年發生，去到2000年咧，就另外兩個香港人咧，就同佢哋一樣咧，就係即係遇上係好誒，唔係兩個係三個香港人，係遇上即係好接近嘅一個遭遇。我覺得佢哋嘅遭遇比較更加戲劇化，而且更加慘。到今時今日咧，都根本係冇解決過咯。咁其實俾大家睇睇我哋今日一個 promo 嘅 flip 啦，咁要多謝啦阿炮灰幫我哋設計呢個 promo 啦。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咧，七月飛霜咁啊，見到呢個飛字咧，菲律賓嘅飛啦，好有心思啊！即係七月起呢個名發生嘅呢件事，打冷震啊，真係係啦。咁而且咧，亦都即係究竟係咪冤案咧？大家嗱，聽完我哋今日成個集之後咧，你自己可以有自己判斷嘅嚇。OK。我哋唔好講係咪冤案先，我哋即係瞭解一下究竟呢個過程咧，呢兩個香港人受到咩對待先？嗱，咁我哋而家先聽一個短劇啦嚇。咁呢個劇裡面咧，就係當時啊呢一個其中一位嘅，我話打嚟即係揾我求助嘅呢個鄧龍威啦。咁就係呢個 poster 裡面右手邊嗰喺個鐵窗後面嗰個高啲嗰個叫鄧龍威啦。咁佢就同我講翻成個故事噶。咁而跟住大家聽到嘅呢一幕咧，就係話當時。佢俾一班菲律賓嘅警察啦，同埋佢另外嘅兩位香港嘅同行嘅人啦，一齊被帶到去一間屋裏面，咁然之後發生咗咩事咧？嗱，大家聽一聽佢講嘅版本先。2000年7月18日下晝3:30，馬尼拉貴松市一棟住宅大樓三樓一個單位。三个香港男人被几名菲律宾警察押至单位入边。Okay, now you can rest and sleep。佢哋分别系29岁嘅邓龙威、张泰安同埋35岁嘅邝石雄。We go out now. 5 minutes later, we knock the door. You open door, okay? 警察同佢哋讲完以上呢一番说话，就离开咗现场。之后就是这样，他们走了出去，那我们三个人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懂得你眼望我眼，也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很快，几分钟眨眼就过去了。那我就去开门啦，门一开之后，就有个警察出示一张类似搜查令的东西。当时我都仲未嚟得切去睇呢张搜查令入边写乜嘢，咁后边已经其他警察就入咗喺呢间屋嗰度，开始去搜。好快啊，搜咗一阵间，几分钟，佢哋就喺床下底下面搜到一袋嘢出嚟，咁入边就有几个盒，咁呢个几个纸盒入边就有几个类似嗰啲保鲜密实袋。咁喺呢啲袋入面就有啲白色嘅晶状物体，跟住就听到喺阁楼上面搜查紧嘅警察，佢哋就话 ：Sir, I found something。然后上面就有警察攞呢啲所谓一袋一袋、一盒一盒嘅晶状嘅物体落嚟，摆喺个台面嗰度，总共有8袋。
之後啲警察就要我哋喺曬呢啲咁嘅密實袋上面要簽我哋個名，要我哋簽中文名、英文名，仲要喺啲紙盒上面都簽，連外面嗰個大膠袋都要簽。咁當然唔簽啦，知道一簽就大禍噶啦。咁奈何都係要簽，因為佢哋揾支槍指住我哋個頭。跟他们足足对视了成分钟，但是去到最后都是屈服了在他们的枪底之下。没几耐，这三个香港人就被锁上手铐离开了这间屋。自此之后，他们就跌入了一个恐怖深渊，为从来未接触过的八公斤冰毒背上莫须有的沉重罪名。咁就一個咁嘅情況，大家聽到頭先入邊咧，即係有一位男仔聲啦，就講翻嗰個遭遇咧。其實嗰把聲就係阿鄧龍威嚟嘅，佢自己錄翻嘅。佢親身講翻當其時嗰個遭遇啊。冇錯啦，咁大家聽到咧，其實頭先唔知係咪啲英文會唔會比較難聽啲？其實大致上就係話咧，嗰幾個菲律賓差人咧入咗間屋之後咧，嗱帶咗呢三個香港人啦，鄧龍威啦、張泰安啦，同埋阿姓礦嘅另外礦石紅啦，就入咗呢間屋裏面。然後就叫他哋等一等佢哋一陣，跟住出咗去，出咗去幾分鐘之後，各各各開門，然後就話搜到有嘢啦，就搜到八公斤嘅冰毒。但係成件事真係，即係如果衰啲講啊，好流啊，成個 TVB 劇咁。流到爆真係。點會叫嗰啲人你坐低一陣間，嗱我開門，你開門俾我，咁入嚟之後再揾到冰毒呢啲劇情真係。係最慘係，即係佢哋三位又配合咗啦，即係當時亦都冇話反抗，或者根本係啦，都唔知道咩事。講下槍聲咩？咪係咯，即係但係之前佢哋都配合咗，就開門啦，去咁然之後就即係中咗氣。冇辦法㗎，我諗唔開佢都會爆門嘅啫，係啦，佢禮貌啲開你都要開㗎啦。即係佢慳翻到門，即係可能間屋仲有下次要用咧。不過其實據阿鄧龍威講咧，其實佢當時首先唔係拉嚟呢間屋先嘅 ，OK， 三個人咧同時係拉去一個差館度先嘅。咁其實鄧龍威咧去咗呢個差館嘅時候咧，佢自己已經知道咧。佢將會係大禍臨頭噶啦，不過就冇諗過咧，即係大禍到咁嘅啫。嗯，係啦，知道即係一定係有啲事會即係可能揾佢屈佢哋啊。哦，但就冇講係咩事，毒品好咩都好就。係啦，咁當時其實不如簡單講下呢三個人嘅身世啦，好唔好啊？咁阿鄧龍威咧，其實佢當年咧就係一個酒店嘅即係一啲 bartender 啦喺度工作嘅。咁後嚟咧，因為佢英文都唔錯，所以英文嗱，但係佢其實只係有中三嘅程度，但我覺得佢英文係真係唔錯嘅。即係以佢做嘢浸翻嚟咯，係啦 ，bartender 嘅時候。咁啊係，咁啊係。咁同埋因為當時佢就佢話佢自己失戀啊，咁失戀咧就去菲律賓玩啊。咁因為佢有個冇錯啦，因為佢有個朋友叫張泰安，張泰安咧就喺菲律賓，亦都去到菲律賓度玩嘅。咁當年咧就係2000年嘅。六月係啦，咁啊，鄧龍威去到菲律賓嘅時候咧，係6月19號，當日係佢生日啦，咁佢就去咗菲律賓玩，咁玩咗一個月啦 ，OK， 咁然之後咧，佢又去咗潛水又剩啦，咁然之後翻返去馬尼拉，就喺7月18號嘅時候咧，就俾人拉咗去差館，咁然之後咧就遇到張泰安啦。咁張泰安又點解會俾人捉到咧？喺差館先遇到啊！係啦，咁因為其實佢本來係佢去咗馬尼拉之後咧，佢係曾經同阿張泰安係見過面，大家係因為佢哋識噶嘛。嗯。咁而張泰安點解又會去咗馬尼拉咧？咁我哋訪問過佢爸爸嘅嚇。咁其實咧，因為張泰安當年咧就係做 Pizza Hut 嘅，做 waiter 嘅。嗯。咁然之後佢就俾人炒咗魷魚。嗯。咁然之後咧，佢就去菲律賓散心。咁其實據我所知，佢去菲律賓係諗住揾其他嘅，即係一啲想佢想用大馬仔嘅，即係想係啦，想即係轉份工，想轉下環境，同埋即係想做第啲即係其他嘅業務啦嚇，所謂。咁但係跟住咧，佢就亦都係據菲律賓警方所講咧，就話知道呢條友咧就係吸毒嘅，呢個唔係吸毒，係運毒，同埋幾個人咧就一齊運毒。咁於是乎就一路跟蹤住佢啦。咁然之後咧就一路跟蹤佢，就拉咗佢之後咧，亦都係拉埋去差館。Okay， 其實跟他一起拉的仲有另外五個是內地人的。係啦，其實一共咧成單案。但係佢哋識嘅，唔識㗎。係咪佢同呢幾個內地人係唔係叫識嘅？但係大家一齊喺嗰度喺個賭場嗰度做嘢啊咁啦。咁另外咧，礦石紅咧根本就唔識佢兩個嘅。OK， 唔識鄧龍威，鄧龍威唔識張泰安。佢亦都係咧，因為本身咧呢個礦石紅咧就咁多年嚟咧十幾年嚟佢都喺菲律賓做嘢嘅，只不過係港非兩邊走咯。咁然之後咧佢就。亦都俾人哋咧，就係拉咗上個車度，咁然之後搶曬佢啲手錶啊、銀包啊，然之後就將佢好似綁架咁啊，淨係
將佢咧就綁到去警署嗰度離曬譜嘅呢啲。喂，呢啲唔係佢自己講嘅，係連咧嗰啲咧判詞咧都係咁寫嘅，係判詞咧係寫曬出嚟佢點樣，同埋唔識點樣俾人綁架嘅，係啊，咁奇怪。咁然之後咧就將呢三個人咧一齊咧，呢三個人呢三個香港人咧，當然有其他啦，唔好理嗰幾個住啦嚇。咁呢三個香港人一齊咧就俾人拉咗去頭先講嗰間屋嗰度啦。咁然之後就叫佢哋咧就做咗頭先嗰場戲出嚟咯。就拉咗佢哋啦。係，而嗰間屋其實係咪嗱，即係之後都會提到啊？其實係佢哋租噶嘛，係咪？唔係㗎，嗱，其實呢間屋咧，據三位所講咧，佢哋根本就唔係住喺度嘅，完全係唔知邊度嚟㗎。帶佢哋過去嘅，係啊，唔知邊度嚟㗎。即係景嚟嘅，其實即係景嚟嘅，場景嚟嘅。點解唔爆門咧？咧留翻下一次有用嘅。你拍戲就明啦。如果要爆門，就要即係寫好多 report 啊，係係嘛？冇錯啦。所以其實根本成件事係一個 trap 嚟㗎，係做戲嘅，真係。不過係今次好像認真了一點，真係你平時嗰啲你聽過啦，以前嗰個咩有個警察總長係嘛，就俾人哋發現原來佢其實以前係直情係綁架啲香港人跟住殺噶嘛。哦，即係唔俾錢就殺噶嘛，直情係。係咪即係嗰個馬尼拉嗰個事件之後？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噶嘛嚇。咁但係呢幾個人就直情係俾人即係用一場咁嘅戲咧，就即係監操就將佢哋咧就擺咗去個監獄嗰度噶啦。咁而佢哋坐嗰個監獄咧，亦都係咧曼地魯巴監獄。就是歐永祥當年坐的監獄。其實大部分的外國人如果服刑的話都在男人來說都在這個監獄裡面。是的，這個監獄其實就有萬多人在裡面住的。或者給鄧龍威和張泰安的照片大家看看，其實當時他們在監獄都曾經拍過一張照片。第五張了。第五張了，是的。他們其實提供了一張照片給我，就是這一張了，就是1001張。我們僅有的一張照片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合照。那右手邊這個就是兩個鄧龍威和張泰安。右手邊那個就是鄧龍威，俾人橙色衫都係高啲咁啊！鄧龍威係啦，咁其實佢哋咧俾人拉嘅時候咧，即係相當之年輕啊，只係得29歲，咁直到今時今日係43歲噶啦。佢哋嘅生日咧係爭十幾日嘅啫，咁啊大家嘅命運真係好接近咯，都係到今時今日都係即係茫茫然咁啊，裏面咧都唔知等到幾時咧先可以重見天日啦。好啦，咁啊講翻啦。可能影張相都好難㗎啦，其實我睇翻好多報道咧，喺即係被判刑或者被被捕之後嘅初期咧，咁啊張泰安咧其實係好積極地去即係透過傳媒啦，透過好多嘅方法咧，令佢哋即係希望有人伸冤嘅幫佢。咁但係咧，去到後期咧呢個時間咧，就反而變咗咧係得翻阿鄧龍威去做，因為似乎咧張泰安咧好似有啲消息匿跡咗，好似有啲放棄半放棄嘅狀態咯。即係我都有聽，即係之前咧係張泰安咧，即係因為可能係嗰啲文筆上咧，阿鄧龍威係會叻啲，咁樣咧，所以咧係通常都係張泰安出面，鄧龍威後面 back up 寫信求情嗰啲嚟嘅。我睇翻好多以前嘅報道咧，反而鄧龍威咧就好少話出鏡，即係好似而家我咁樣匿埋咗嘅。咁同埋咧，佢就好少話面對個傳媒去講好多嘢，而且咧咁嗰時當其時面對傳媒，多數都係阿張泰安同佢爸爸嘅。咁但係到而家呢個日子就調翻轉啦，鄧龍威咧就仍然堅持緊，佢自己係無辜嘅，同埋不斷去揾好多方法咧，希望有人幫佢伸冤。係，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可以攞到鄧龍威嘅一個即係啲訪問啦，同埋一間咧即係晏啲咧，佢會親自咧喺監獄裏面咧係打電話出嚟嘅。咁不如而家嘅時候咧，我哋用2分鐘時間聽一聽鄧龍威咧，佢講翻咧佢喺監獄裏面咧等候判刑嗰11年啊，佢係點樣捱嘅咧？我哋聽一聽呢個訪問先。如果是真的問我這宗 case 呢，我比較最不開心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特區政府的無能啦，還有始終英國政府是差一點的，都是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最重要的那件事他們做不到。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英國政府他說了很多次說我們這宗 case 沒人權啦，還有不跟隨，就是說還有菲律賓不跟隨這個國際公約規定的事啊，即係唔好話規定嘅，係一個國際公約入面嘅指引。例如就係話一定要為外籍嘅被告提供免費嘅翻譯服務，同埋即係聆訊需時係唔可以過久嘅。咁用咗成11年，絕對係過久啦，係咪？好啦，咁既然英國大使館可以提出呢兩個咁重要嘅 point， 咁到最後都被人判了有罪，那為什麼英國大使館不繼續跟進呢？那他就說因為其實這個是國際公約的指引，那如果菲律賓真的不跟的，他也都沒辦法。還有就是真的最激氣的，就是說
去到最尾是我哋自己出钱请翻译噶，所以先可以继续去审结呢单 case， 先可以结案。咁其实始终就系翻译就梗系菲律宾政府提供的啦，系咪先？加下你拉我啊嘛，你拉我，你又要审呢单 case， 又要处理呢单 case， 梗系你自己请翻译噶啦。你唔请翻译，你点调查间案咧？系咪？去到尾都系要我哋自己俾钱请翻译。咁换言之，就好似就系、是、我而家我出钱嚟送我自己有一个四十年嘅监禁咯，真系执石头揼自己脚趾啦。11年啊，11年是讲紧由佢俾人拉咗入监狱，至到去审啊，我都戒咗11年嘅，11年你谂下几长嘅时间啊？我睇佢资料系最诟病嘅一样嘢，即系你有冇犯罪？你即系你一系审咗先再坐啊？咁你系直情拖咗咁耐，系即系违反晒所有头先讲嗰啲咩公约啊，嗰啲咩？其实咧，如果计国际嘅公约啊，即系国际惯例，根本就肯定系唔成立噶啦。呢两个被告分分钟已经系无罪释放。咁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啦。佢哋嘅司法制度系比较特别嘅。他最荒謬就係話咧，咩原因不開庭啊？個法官冇法官唔得閒啊，係啦嚇，跟住就再等半年啦咁樣，或者咧冇翻譯喎。因為佢本身係，如果你要嘅話，你自己俾錢。佢本身是英文嘅，即係庭上係講英文嘅，同埋菲律賓文、菲律賓話，英文都明啫，大佬。卡卡羅啊，好似係啊。咁所以根本上就算識英文咧，都未必聽得明曬。咁而且你佢哋嘅兩個英文亦都有限啦。咁總之人嚟鄉賤咯，你去到嗰度就地底嚟一樣咯。咁你對佢對當地嗰啲囚犯咪好多咯咁樣。咁同埋咧，佢主要係做乜嘢咧？梗係想屈水啦，大佬你冇錢俾啊，真係慳啲啦，係咪先？嗱，不如聽一聽咧，即係另外一位即係受害者啦，就話張泰安啦，佢個爸爸咧，我哋訪問個爸爸啦，爸爸就住喺秀茂坪嗰度嘅，而家咧就即係。為了即係去繼續幫佢個仔咧，佢就唔可以唔做嘢啊，要繼續做緊一個看更的工作。其實本身已經退咗休，佢係一個政府嘅公務員。冇錯，因為每個月咧都要俾錢佢個仔。咁不如聽一聽咧，當時個仔入咗獄之後咧，佢究竟係面對過咩事啊？或者佢個仔係點樣嘅咧？裡面初頭就係打咗翻嚟嘅，打咗翻嚟就係求救嘅啫。咁但係求救就冇乜用嘅，其實係匯錢俾佢嘅啫。咁出嚟匯錢俾佢咧，佢成日嗰啲揾啲人去攞錢嘅，因為佢出唔到嚟攞錢嘅。又後屘我哋政府就應承就佢，我哋上去領事館匯錢，咁佢幫我哋拎錢俾佢。咁到而家都係啦，一路咁多年十幾年啦。經濟上而家暫時我即係、就是、我做嘢就俾咗啲錢嘅咯。如果再過幾年我都冇嘢做啦，我都記唔到嘅啦。其實有冇話每個月要俾幾多錢佢？寄幾多錢俾佢啊？我寄2000元，即係我嘅能力做到嘅啫。佢後屘轉呢個監倉咧，就係高度設防嘅。咁同埋咧，佢係冇地方瞓嘅。咁啊，我哋寄錢過去就係俾佢去，即係買笪地方瞓。有錢俾咧就唔使瞓嗰個廁所門口。鄧龍威亦都講過咧，即係當時咧，佢即係一毫子都冇嘅，真係個身咧。即係屋企人都哀盡啦，咁甚至乎咧，屋企人開始同佢反面嘅啦，而且咧亦都係開始根本唔相信佢係冇做咯。咁跟住咧就一毫子都冇啦，先都唔先下啦，要瞓喺嗰個走廊啦。咁每晚咧就不斷俾啲囚犯就係攬過佢身啦，你點瞓咧？佢係即係佢唔係因為係嗰、那個即係地方。即係咁逼要瞓走廊，而係佢專登安排啲咁差的位。唔係你冇房啊，因為冇房俾你。你冇錢就冇房。係啊，冇錢就冇日用品。你需要嘅所有都冇，可能佢冇得沖涼，冇得成水都要。好似話衣食住行，連飯白飯都係好少。你俾錢就添飯，俾錢就添飯。係啊，每一粒飯啊都係計你錢啊。咁所以咧，你冇錢喺裡面咧。就基本上生活唔到啦，係啊，咁所以咧，佢每個月起碼屋企人咧或者親人都要籌2000元以上咧，俾佢生活啦，即係先可以過到一啲比較即係叫咩啊？舒適咯，基本咯，係啦，舒適費啊嘛，人權嘅生活，人道啲嘅生活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即係要攤頭一下先啦。翻轉頭咧，我哋會繼續講下啦，即係呢一兩位嘅受害人啦，咁。他哋究竟喺監獄裏面，喺呢一個馬尼拉咧，即係最大嘅監獄裏面咧，究竟他哋過緊咧？係啲咩生活？同埋最緊要一間就聽一聽咧，阿鄧龍威咧就喺監獄裏面咧就打出嚟同大家傾偈。